2008年11月8日，浙东沿海普降甘霖。奉化，这座位于中国浙江中部沿海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迎来了全球最高的坐姿露天弥勒大佛的开光法会。这座高达56.74米的弥勒大佛端坐在雪窦山上，俯视着芸芸众生，俯视着作为弥勒道场的雪窦资圣禅寺。这一场佛教界的盛事，汇聚了包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乘法师、台湾佛光山长老星云法师在内的两岸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在中国，我们走进的每一座寺庙，第一眼看到的几乎都是这尊开口长啸的弥勒大佛。弥勒是梵语的音译，但是眼前的弥勒却是一个中国人，很多的中国人又叫他布袋和尚。源自印度的佛教为什么会出现中国人形象的弥勒？奉化的雪窦山又为什么会成为弥勒道场？布袋弥勒仅仅是传说中的存在，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面对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坐姿弥勒的开光大典，来自台湾的星云法师说了一句话：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弥勒佛。尽管这尊弥勒大佛高入云端，但在它的基座上却写着人间弥勒，这是星云法师的手迹。对于奉化来说，弥勒不仅仅是人间的弥勒，更是奉化的弥勒。奉化就是布袋和尚成长、出家、圆寂的故土。奉化的布袋和尚为什么能够走进寺院，成为弥勒大佛？他在奉化又有着怎样的往事？在大约2000多年前的两汉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那时的弥勒却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形象。雪窦寺天王殿的这尊佛像被称为天冠弥勒，这是属于印度的弥勒。同样在雪窦寺，这里的弥勒大殿供奉的弥勒却是布袋弥勒，这是来自奉化的布袋和尚形象的弥勒。在布袋和尚出现之前，弥勒一直以天冠弥勒的形象存在。为什么弥勒有两种造型？天冠弥勒和布袋弥勒，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佛教典籍的记载之中，弥勒姓慈氏，名阿逸多。阿逸多的意思是指弥勒菩萨慈心立生，没有一个人的仁慈能够胜过他。弥勒同时也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但他在释迦牟尼之前涅槃，上升到兜率天宫内院，成为菩萨。在佛教之中，佛经历了从众生到罗汉到菩萨再到佛的修行过程，是最圆满的修行者。
而现在还在兜率天中的弥勒，准确的身份应该是菩萨，还不是佛。释迦牟尼曾有预言，弥勒将会在他受尽之后下生人间，取代他的位置。到了那时，弥勒菩萨才会成为弥勒佛或弥勒如来。释迦牟尼佛的寿命是4000岁，但佛的一天却相当于我们地球的400年，所以弥勒菩萨的下生人间是在56亿7000万年之后的未来。到了那一天，弥勒佛会在华林园的龙华树下说3次法，代替释迦佛说教，普度众生，称龙华三会。当弥勒成佛的时候，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多是平原，海水平静，土地肥沃，多有自然乐园，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百花开放，万类合宜，产物丰收，果实甘美，人皆长寿，毫无疾苦，又无任何灾难，人心皆为大善。因此弥勒是释迦牟尼之后的佛，是未来的佛。雪窦山的这尊露天布袋弥勒56.74米的高度，正是指56亿7400万年之后，布袋弥勒真正成佛的一刻。与布袋弥勒亲近的笑容一样，在佛经的记载之中，弥勒净土也是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的回真向俗的世界。因为我们的世界有10方3世一切诸佛菩萨，因此也就有10方无量的净土，弥勒净土正是其中的一方。与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不同的是，弥勒净土不必断欲就可往生。正因为如此，星云法师才会说，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弥勒佛。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在1100多年前的后梁时代，弥勒菩萨才化身为布袋和尚，走进了奉化的一个村庄。位于奉化城北的长汀村，就是弥勒菩萨转世来到人间的所在。今天长汀村的老人们最惬意的享受，莫过于聚集在老房子的屋檐下，听一段有关弥勒的宁波走书。长汀村老年协会的主任张家国是这些听戏的老人最羡慕的对象，他保管着长汀村最重要的宝贝。总共有好几帮，这来了有弥勒嘛，该解说来的。这本民国5年，也就是1916年续修的《张氏宗谱》，是长汀村唯一仅存的宗谱。宗谱记载了弥勒菩萨和长汀村在1000多年前的一次结缘。公元850年，唐大中4年的9月初9，当长汀村的太公张重天从松明寺烧香归来时，突然发现一个木桶漂流到了村口的红狼潭，桶里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衣裳的3尺童子。张太公有心想收留他，就问道：“
我今天带你到我家去，如何？”孩童笑而点头，张太公便收养他为义子，给他起名弃子。由于他在长汀村长大，又号长汀子。弃子长到了16岁，正当养父母准备为他娶妻时，弃子却提出了出家为僧的请求。于公元867年，咸通八年的6月初6，在长汀村旁边的月林禅寺出家。让张家国老人至今依然自豪的是，他在文革期间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这本《张氏宗谱》。当年破四旧的红卫兵赶来抄家，事先得知消息的张家国老人灵机一动，将宗谱藏到了地板的架空层里，这才使得这本宗谱保存至今。而在长汀村的传说中，张氏宗谱还是因为弃子的一个提议才诞生的。据说是弃子向族长提议，先辈的功德应该世代相传，并且亲自编写了第一本张氏宗谱。在漫长的岁月中，长汀村的这座世人堂一直用来安放长汀村过世者的灵位，以供后人缅怀先祖。据说这也是当年弃子的提议。在这座同样因为有了弃子才得以诞生的老房子里，张家国老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老朋友们一起讲述弃子和长汀村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讲述之中，弃子在长汀村的历史中一直延续至今。在弥勒入世的红廊坛旁，村民们在公元2001年重修起了这座弥勒殿，在殿门口塑起了双面弥勒。走进弥勒宝殿，随时可以听到佛号声声，远近的善男信女在这里诵经礼佛。长汀村，这里是弃子成长的家，而长汀村的弃子又是从这里走向了月林禅寺，成为那里的一个僧人布袋和尚。这是一座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的古刹，原先的寺庙在历史的烟云中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重新兴建的月林禅寺。这座寺庙建于公元536年，原名崇福院，在公元848年改称月林寺，而弃子正是在此出家。每一尊佛的修法行道之处都是佛的道场。这座已经有将近1500年历史的禅寺，因为是布袋和尚出家和圆寂的处所，更是弥勒所有道场之根本，是弥勒的根本道场。天资聪慧的弃子迈入月林寺，立即得到了住持的器重，承担了为月林寺化缘的重任。于是在五代后梁开平年间的寺名奉化，乡间巷陌突然出现了一位行为怪诞的和尚。他开口长啸，舔着大肚，身背一条大口袋，逢人便起，见物便讨，讨来的东西随手便放入口袋之中。他是谁？从哪里来？大家谁也不知道，因为不知姓名。又见他一条布袋终日不离身，布袋和尚的名声就由此传开。又因为这个和尚爱笑，人们又喜欢叫他欢喜和尚。时至今日，奉化的不少居民便习惯用咪咪菩萨来称呼整日笑咪咪的布袋弥勒。因为有了布袋和尚的化缘，月林禅寺的规模迅速扩大，这里的钟楼、鼓楼、大雄宝殿，还有许多的厢房，
都是因布袋弥勒的化缘而建造，而岳林寺出家的僧众也达到了800多人。因为僧侣的增多，布袋和尚又担负起了另一个重任。离岳林禅寺大约30公里，在奉化的裘村镇，有一个悠闲而宁静的小村落——庄下村。在1000多年前，布袋和尚在这里建起了直接隶属于岳林禅寺的这座岳林庄。在布袋和尚到来之前，这里只是连片的海图、塘田和山林。在《岳林寺志》的记载中，当年的布袋和尚组织附近民众，在这里两度围海造田、架色耕耘，以此解决岳林禅寺僧众的口粮。这些种田的民众在这里安家生息，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村庄。因为就在岳林庄的下方，所以村庄就起名为庄下村。当布袋和尚在这里造田耕作时，他还不忘作诗弘法。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道，退后原来是向前。这首至今依然流传的插秧记，据说就是布袋和尚当年在田间耕作时所作的禅诗。在今天的庄下村，这里的村民都是当年与布袋和尚一起种田的民众的后裔。一直到1949年，眼前的这座岳林庄一直归岳林寺掌管。岳林庄村民王月娥的夫家祖上就曾经是世代看守岳林庄的守庙人。庄下村的村民们都坚信，散落在王月娥家院子里的这些石臼、石磨，都是当年布袋和尚使用的工具。布袋和尚就在这里，用这些工具生产着供应岳林寺的粮食。就在雪窦山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坐姿露天弥勒大佛落成的同时，在岳林庄有一个不知哪个朝代的石像静静地躺在这里，谁也说不清这个石像的年头。这是一个头像，是吧？你们看，我的马油呢？我挖掉了。哦，是这样子看的，对吧？这样是个头像。而在岳林庄和庄下村，这个石像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被作为弥勒菩萨供奉。也许在布袋弥勒取代天冠弥勒的过程中，这是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布袋弥勒佛像。比如说过去农村里面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你找不到了，找不到求菩萨，求弥勒菩萨。因为他们，难道就是从眼前的这个石像开始，布袋弥勒开始取代了来自古印度的天冠弥勒？在当地的传说中，当布袋和尚离别岳林庄，岳林庄南面的田螺山突然发生了奇异的天象，化为了布袋和尚的形象。我们眼前的这座佛山形同盘腿斜倚的布袋弥勒坐像，山头分明是他慈祥平和的面容，高高隆起的山腰犹如布袋弥勒经年袒露包容天下难事愁事的大度。布袋和尚从岳林庄回到岳林禅寺之后，于公元917年的3月初3在岳林禅寺涅槃。因为涅槃之前的一句寄语，布袋和尚从此开始成为弥勒的化身。布袋弥勒的源泉在我们岳林是东廊，它是那个很著名的寄语，说弥勒真弥勒，花心千百亿，世人是不是。
所以他明确告诉世人，他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那我们月灵寺的主持啊，当时呢就是按照他这个形态塑造供奉的，这是最早供奉这布袋弥勒的。那我们浙东的其他地方呢，慢慢的仿效了，许多的寺院所以开始供奉布袋弥勒。月林寺东廊的这块磐石，据说就是布袋和尚作画圆寂的所在。月林禅寺由此成为了布袋弥勒的根本道场。中国佛教的弥勒净土也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中国化，因为布袋弥勒的出现达到了顶峰。九月九、六月六、三月三，在这三个分别代表着布袋弥勒入世、出家和圆寂的日子里，总会有来自海内外的佛教信徒来到奉化，走进这里的寺院，祈求弥勒菩萨的护佑。从月林寺开始，在一千多年的岁月更迭之中，中国一座接一座的寺庙迎进了来自奉化的布袋和尚。这个外向而坐、袒胸露腹、笑口常开的咪咪菩萨，渐渐地取代了法相庄严的天冠弥勒，在天王殿里迎接四方香客。在奉化市区的中塔路，还有月林寺最负盛名的古迹峰山中塔。在月林寺志的记载之中，布袋和尚因为钟情于山灵水秀的峰山，于是为自己向一位沈姓施主募得了峰山的一块墓地。在他圆寂之后，月林寺的僧人依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峰山，后人在墓旁建塔立亭，名曰佛塔亭。今天的中塔寺还留着宋哲宗敕封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的石碑。据说布袋和尚在中塔下葬之后，墓顶经年发出异光，奉化的地方官于是将这一异象上报给了朝廷。公元1098年，宋代的哲宗皇帝因此给布袋和尚赐号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作为弥勒的化身，也从此得到了来自朝廷的肯定。在今天通往中塔寺的石阶上，我们还依稀可以发现这座古寺在当年兴盛时期留下的印记。这一块块雕刻着莲花的石阶，曾经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善男信女往生弥勒净土的向往。今天的中塔寺依然有络绎不绝的居士在此焚香诵经，在这一直未曾停止过的诵经声中，颂扬的是永远不曾忘怀的弥勒净土。从长亭村到月林寺，当年的长亭子走完了从木桶里的孩童弃子到布袋和尚的历程，而从月林寺到奉化的另一座千年古刹雪窦寺，开始的是布袋从和尚到弥勒化身的人间旅途。千年的云卷云舒，人间的弥勒在奉化又演绎了怎样的故事？